兄弟们，最近王者荣耀官方官宣了八月创意互动的内容，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吧。8月2日到8月4日，2022年周年庆表现道具设计大赛投稿开启，再过两个月就是周年庆了，后面估计还有很多道具投稿大赛会开启。8月5日到12日，赵云的未来纪元优化工厂环节开启，代表不久赵云的未来纪元将重做上线。8月19日到26日，2022年周年庆道具设计大赛作品总决赛开启，也是确定周年庆道具最终的效果。8月29日到31日，大乔白蛇和小乔青蛇的皮肤优化进展沟通。除了以上这些外，本月官方预计还会带来项羽和虞姬的霸王别姬皮肤特性升级的最新进展。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月的创意互动内容如何呢？You have slain an enemy.